半左右，洛阳消防官方微博受到了各路热心网友的疯狂艾特，反映在洛阳理工学院开元校区有学生在宿舍聚集吃火锅的这件事情。收到相关信息以后，我们是立即安排了消防执法监督人员到场进行核实，在消防的陪同下迅速锁定了这个相关宿舍和相关人员。